最难缠的皱纹是它，三招搞定。现在医美疗程这么发达，居然也有连医生都头痛的皱纹，答案是颈纹。脖子纹的话，它不是属于那种动态纹，它属于静态纹。那最重要的原因，因为一些老化，包含自己年纪的老化，会受到外在的因素，比如说光老化加速那些松弛。想对付难缠的颈纹，你可以这么做。现在有一些治疗的仪器，用一些微侵入式的方式去加热我们皮肤底下的一些胶原蛋白，然后跟弹力蛋白。看看这前后对比，脖子明显紧实很多。如果松弛太严重，可能就要考虑拉皮手术。那针对一些比较细部的凹陷的一些纹路的话，它是体积流失的话，可以用一些局部用一些玻尿酸去做一个填补。想避免颈纹出现或是越来越严重，就是要多防晒。平时除了脸要擦防晒乳之外，脖子也别忘记。